根据我们对这类游戏的经验来看，这个广告牌一定是不能碰，碰了一定会死。我们往前走，不碰它就不会死。这里你看，它提醒你要跳，跳了一定会死，所以我们不跳，不跳。然后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，这个坑前面一定有一个你跳上去就会顶到的方块，不信我们看，看到吗？一定有一个顶到的方块。好，然后这个东西一定不能吃，这个东西一定不能吃，吃了一定死。不是，我知道了，一定不能把它顶出来，一定不能把它顶出来。你看那个云朵慈眉善目的，慈眉善目的，但是是一定不能碰的，不是。不是，其实这种游戏，这些问号一定不能顶，顶了里面掉出来的东西一定不能吃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略过，所以我们就，好，我们来勾引一下，就只能跳啊，只能跳，这种桥段也是，灭世，我这怎么跳得过去啊？这个太阳怎么过啊？哦，我懂了，哎，就是万变不离其宗，就是这些游戏它的套路大抵也就这些。你看，你们是不是不信这个广告牌一碰就会死？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证明。你们是不是不信这个云一碰就会死？我给你们看一下。No, 你看，你们是不是不信这个顶出来的东西一碰就会死？看吗，他们的这种游戏的套路基本也就这些。前面两个跟我想的不一样，证明他们这个想法还是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这个管道上去一定会出什么东西来，我们看一下。你不信是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还没有勾引出来，不信。好，他们出来了，你看。好，这个地方一定不能下去，一定不能下去，一定上不来。下去一定上不来，然后右边这个东西一定会喷一个什么东西出来，好，一定会喷一个什么东西出来，你不信？怎么没个存档点啊？游戏制作人犯了一个制作游戏的大忌，就是没有给玩家一个正向激励的感觉。玩家这种受折磨的，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不知道，一直在受折磨。好，我们知道，其实这种桥段也是很常见的，我们直接在边上直接跳到这里来，好，然后往右边跳一下，然后急刹车，好，往上跑。哎，你看，小心上方减速慢行，证明头上这个刺啊，一定是会掉下来，一定是会掉。好，先走，这边有一个，所以我们要先往前跳一下。又是按点，顺着过。哎，这边会不会有什么机关？试探一下，没有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到达第一个存档点了。好，这里不宜久留。哎，这些弹簧是不是有什么蹊跷？没有，我们就。我是不是跟大家说过会有这样的很坑的这种？就跟大家说过，会有这种很坑的这种机关，就是那种，你跳下去，但是你就永远起不来了。啊，这里其实就是。好，这里一定有暗格，没有，他下来了。等他上来之后，我们顺势跳上去。就它可能是那种压力传感的这种系统，所以我们在来回不断的蹦跶，让我们的这个不在一块瓷砖上待太久，这样他就拿我们没有办法，救了他一定不能赢，救了他一定死，所以我们要绕过。难道是我们从左边碰他？别在同样的地方被恶心两次，说明
说明这个时候他就，我们就不用管，我们直接跳就行了。那这个饼干其实没什么用，它只是一个制作人给我们的障眼法而已，所以我们要抵制住诱惑。你看，简单困难，我们这种时候一定要选困难，因为它一定是反常识的，一定是反常识的，所以我们就选困难的路走，一定是一马平川。你看，所以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反直觉上的反直觉，所以我们应该选简单，就是别踩我，那就一定不能踩，知道吗？一定不能踩，踩了就没了。他叫你不，你看他别踩我，我们就踩，我们就踩。拜拜。这踩的这个思路是对的，但是我们必须一击之。我们要把它先碰出去，我去。直接好，我们想一想，思考一下，这里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陷阱？这个东西一定会掉下来，或它把我们弹上去，所以我们还是压力传感思维。你看这两张图恰好能构成一个拼图，能构成一个拼，但它们是反的，证明它们可能会做一个横向的挪动。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，这个问号是啥意思啊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其实已经被我们试出来了。这个东西先把采石上面一个，好，那我们跳不上去啊。懂了，踩着边，贴着边下来，跟着走。这个太阳会不会掉下来？太阳会不会掉？知道这个太阳根本不会掉到我们头上，不会掉过。好，好，我们根本不需要走传送道，我们直接，你看，这样就过来了呀。不管它有什么机关，我们只要，朋友们，你看，只要我们不断的去尝试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在这一格上面是没有办法起跳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怎么过去呢？我们知道，我们必须预判它这个升起的这个团子的这个速度，预判它下一个团子起来的那一瞬间，我们直接走上去。直接走上去。这个时候会变成 N。 我是麦斯。我们，你看，我们要把它放过去，让它顺利通关。其实我们是那个，对吧？我们把它放过去了，我们就过关了。我们忽略了什么东西？我们应该不跳过去，跳过去就在它前面。来啊，你过来，哥哥帮你。这些东西
是我踢的吗？不是吧，大坑我得下去。哦，好，那我们不就稳妥的过关了吗？来，你敢动我，敢动我，来，敢动我兄弟，那我们跟着一起跳下去是吧。哦，走开。哎哎，兄弟，来！哎，这其实试错已经完成了，剩下的我们就按部就班的弄就行了。走，不动，我不动，你走，你走，哎。